我的诉求是回家，你的诉求是让他回来。只有我平安的回去了，他才能回来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是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合作关系了。也是你想要的平等关系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手机就关机了。手机没电是没有办法定位的呀，这个坐标哪儿来的？江小媛。老板，嗯，我有个提议，咱们店可以增设一个美妆业务，一来呢增加我们的收益，二来呢我也可以发挥我的特长，收益嘛，咱们五五开怎么样？那怎么样？